yourself. Prepare for yourself. Come. Go. 就让我带着高俊飞和舒金去找他，啊！ 脑细胞受损，看这个，哥，来了，天儿，怎么样？还晕着呢，时间有点长啊。知道这谁干的？最近都干些什么？爸，这事儿跟我真没关系。闭嘴！高俊飞怎么样了？啊？他还没醒呢。老天，爸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啊，对方既然提出让大哥跟高俊飞一起去赎人，我想应该不是简单的绑架勒索。 高俊飞，这事儿一定跟高俊飞有特殊的关系。高俊飞进入白家之前，只不过是警校的一个学生，干净的很。你跟我说，最近你和高俊飞是不是结了仇人了？啊？我没什么仇人啊。 什么人？
你确定三狗是不是死了？是不是？爸，他肯定死了。我是对不对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阿三，哎，他们说要500万，你去准备一下。好。钱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都可以去。爸，杜磊电话。喂，磊子。啊，盛哥，那个俊飞醒了。盛哥在路上，一会儿就能到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没人。
人已经走了。我只找到了经理的手机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先回来吧。天哥，是谁绑架了静静？我也不清楚，但静静一定不会有事儿的。静静，今天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，把我电话。静静救的你，你知道吗？静静是我最心疼的女儿，她被绑架以后，几天我吃不下去。说，是我手下的问题让他们溜走了。爸，您说我们该现在该怎么办？你的手下为什么要注意青浦码头的动静？是这么回事，那个没什么。听见没有啊？你不是一直跟我说你是做正经生意的吗？前些日子我跟我哥做了一些生意，跟这个白天跟我不让你说话。
这事儿能是丧狗干的吗？要是丧狗干的，就简单了。简单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事如果真是丧狗干的，我们就知道对手是谁了。哎，你刚才说那事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这种事有开玩笑的吗？那要这么说，静静不是很危险？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他们要的又不是静静的命。也是，这帮王八蛋是奔钱来的。哎，你说他们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要我们老白家钱，他有命拿，他有命花吗？靠！这就是整个九号别墅的基本情况。齐星，齐星啊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天下午1点钟准备行动。是。怎么样了？都办完了，我们控制了所有的码头。虽然他们绑架了静静，但是静静不会离开海城的，我们随时会找到静静。哎呀，静静真是命苦啊，他妈妈就是因为生了他才死的。所以他是你的命根子。阿三，我这次为什么从美国回来，你是很清楚的事。我一直把阿天当作亲儿子来看，人心叵测呀。最近家里出现的很多事情，我不得不起疑心呢。所以这一段时间，我想尽各种办法试探他。我估计他已经在怀疑我了。他知道你在怀疑他。公公睡了吗？应该睡了。是高俊飞。来，什么？去越南？是。哎，等等，行动先暂缓了。是。叔叔，你找我。坐吧。
因为静静，你来到我家。最近家里出现的这些事情，可能是你一辈子都无法经历的。现在静静就在绑匪手里，他们又让你和阿胜去，你怎么认为？他们的目的不只是静静，他们还要报仇。还有，你们俩这次去就会有去无回，他要你们俩的命，你知道吗？你敢去吗？为了静静，我一定要去。好，现在他们人在哪里，静静在哪里，我都知道。你和阿胜见了他们以后怎么办？你应该心里非常清楚，啊。我明白。哥，云南那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等你下了船以后，雷龙的人会来接你。行，放心吧。这次去啊，我跟雷龙也聊一下。大哥，去了之后注意安全啊！有什么事在那边报我的名字，杜雷，可他能管你，走吧。谢谢雷哥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家里头出现的这些事情既复杂也微妙，特别像这盘棋，既充满了杀机，又得处处
俊辉来救你啊。我不希望看到静静受伤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我知道了。回头看看，回头看看。船家，开船。警方发现了，就让警察去处理吧。记住，不要让静静知道的太多。好。别动！别动！你是不是白静？你一直难起来。那就谢谢你们了。基本情况呢就是这样，由于涉及到静文人员，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还需要你们的配合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一定积极配合，全力协助。那我们就走了啊。谢
陷阱。等我这一次把家里的事情料理完了，跟爸爸走，咱们回美国。啊，守着爸爸，爸爸再也不离开你，你也别再离开爸爸啊。这行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妈，我知道你一直等我爱我，你要让我找到一个能够帮我的人，现在我找到了。是高俊飞吗？我爱他，我真的爱他，我不能离开他。这个，你太年轻，经历的事情太少。凡是沾上毒品的人，爸，你别说了，你一定不能离开我，我大哥，我不能离开他，爸。好，这个高俊飞的事让爸爸再考虑好吗？好。哎呀哥，你的身子骨咋那结实呢？结实啊，必须的。哎，然后，哎呀哥，你可真惨了呀。哥，你还有啥要求不？有要求。哎，再给你两万，给我出个主意，在这太憋屈了。哎哥，嗯，要不我陪你出去溜一趟呗？这，溜子他妈什么溜？这要是让盛哥知道能行吗？那咱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要不我找猛吧跟他说说，咱偷偷出个主意。我看靠谱。把鸡抓上，快走。是丧狗绑架了静姐，可能咱俩现在坐不到这儿。哎，三叔，说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走吧，回家一趟，爸叫咱们。
警察同志，我们这也是营业场所，你们这么做不大合适吧？我们接到举报，有两个通缉犯可能就潜藏在你们这里，你们见过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没见过，真的没见过，不认识，没见过。磊哥，你说我这么一跟你这么一跑，通缉令上也没我，那不就给我有权利到了吗？你他妈是不是兄弟？啊！报告中队，已经疏散完毕，没有发现其他人员。知道了。没有，现场的人我们都比对过。没有发现异常，那这几个人我们怎么处理？别折磨了。哎，对了，把监控指定盘给我带回来。好。前段时间就卖完了，我看警察是冲着杜磊他们去的，让老西赶紧把他们转移吧，那儿不能待了。让阿胜一个人来，另外你给阿天打个电话也让他回来。好。